听。雪谦呢？是新嫁娘的喜。有区别吗？一人娶，一人嫁。男子娶妻，可一，可二，也可三。但是女人这一辈子，只能嫁一次，心也只能为他奏响一次。这没有分别。哪儿？我想去看看。你可以陪我一起去。这可能是我这辈子最后一个请求。这是什么时辰啊？黄昏。黄昏？那他们为什么要选黄昏结婚？矫枉应来，如理如法，昏者昏也。日后我要结婚啊，我就偏偏要选在午时，让那火红的太阳照着我的迎亲队伍，我要亮亮堂堂的嫁到夫家去。你在看我吗？你一定在看我。一个将死之人在说胡话，一定特别可怜。我有杀伐的权利，却一直没有牵挂的双亲。我每天都穿着精美的衣服，但是我从来就没有感受过嫁做人妇的喜悦和羞怯是什么感觉。真的很可怜，啊，不对，是可悲。我多想有一天，喜悦可以为我奏响。我可以跟我心爱的人厮守终生，而展开笑容，
我多想有一天，我心爱的那个他可以揭开我的红盖头，我可以过上崭新的生活。